看里面缝了什么东西，啊，找到了，在这里缝了东西。密码纸，他把那个密码缝在这里边了。又要破解密码了？试尺，位1.83，3.8。来吧，解谜吧。字谜啊。 情报密码改换，缝在了1件白大褂里。我去，咱们顺序。咱们现在要在这么多字里边找到一个字，合理的字儿。这里有规律耶。是，还有一个一到整数就是0.8。 但这儿又变6.2了，哎 ，why？ 1.8，1.8是不是就是第一行的第8个？一和，这是和对不对？1.8，第一行的第8个，1、2、3、4、5、6、7、8，和出。 然后3，和出流，然后3.8，钱。这么来的啊，这么来的，你，这么来的你，晚白。你晚上。你晚白。不对。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是位的话，就是1.8，3。位在哪儿啊？这里有位子吗？ 因为咱们这个房间是胃嘛，不是？我们这儿就是胃。哦，综合病房。想知道陶医生的事情，来胃里找我。胃如果这么弄，胃是综合病史。他这叫试尺。 这个是他的尺子，去量他上面这东西，对不对？尺子，仔细看一看。尺子，仔细看。哎，这不是尺子吗？尺子吗？就他呀。哎，尺子绑在这儿了。哦，那先把这个箱子打开吧。这箱子，这是我的衣服。哦，他本来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就是我这么来的，然后我换成病人的衣服。那您本身的那个身份不能说现在。你也是。我看不出来吗？医生。嗯，何医生。 既然你们已经通过了测试，我就告诉你们我真实的身份，我其实不是何医生，我是一个病。是这样的，我呢是来找我的好朋友陶医生的。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们了，因为我已经100%相信你们了。哦。其实密城医院，是。 我党非常重要的地下情报站，然后陶医生是我党非常重要的情报联络员。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交通员，我党的交通员其实是在现在的重压下负责能够把所有的消息传递出去，然后能够配合我党完成我们的一个又一个任务。刚才为什么一上来？ 我就让你们背那么多的东西，现在要给一个测试给你们。这是患者张二满，性别男，年龄25，诊断为急性肠胃炎，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因为形势特别的严峻，所以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无纸化传递的，全部都要记在脑子里面。因为万一落到了敌人的手里，然后据你们说，陶医生已经遇难了。嗯。 所以现在我希望
就是我们破解完这个之后，希望你们能够跟我一起，我们一起逃出去，好，把情报送出去。这么来的吗？应该是这样的。一，刻度尺得对准。一是哪个？一，老。老。1.8，老陶。老陶。哦，是的，是的，老陶。三，我。3.8，我党。我党，哦，是是是。我党五名。我党5名。我党5名。5名。6.2，中。中。七，中国。中国。青年，青年。5名，中国青年。9.4，砸砸。9.4，砸砸。啊，不可能，青年砸呀。青年，青年咋回事？我党5名，中国青年砸，就没了。这只是第一条的讯息。就然后再往前推呢，这么着推，然后依然是这样是吗？试一下杂志，对吧？对吧？你看，对，他就这么推。5名中国青年杂志，5名中国青年杂志编，编，记记，在上海。哦，其实就是这一排，还是标出来了。不是，你拿那个东西横着写 ，OK， 你横着画一道，横着画一道。你就直接这样一排一横行，对。我党。老陶，我党5名中国青年杂志编辑在上海被捕，已查清关押地点，并筹措到了保释他们的经费，一并放于一个皮箱内。9日早会有人与你接头。今天早上。务必对，于当晚将皮箱交给上海交通员小何，护送他登上前往上海的火车，赶在被捕同志被转移前将他们。保释出来。今天早上与你接头，谁与你接头了？我来的时候，陶医生，陶医生没有能够见到陶医生，所以我才请你们帮我去找这个箱子，记得吗？这个线索，我来的时候遇到的是小达，他跟我说陶医生已经被捕了，但是呢，这个医院已经被侦缉队包围了，其他人都不能信。唯一可以信的，就是来这儿的6个进步学生，就是你们，所以我就在苦苦等待你们的到来。所以呢，这个情报已经指明了我的身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密城医院就是我们党的一个交通站，然后陶医生是我们这儿的负责人，我呢是每次来跟他联系，他每次都会把情报放在一个那样的铁盒子里面。幸运的是，这个铁盒的密码只有我和陶医生知道，但是那个上面挂的那个密码锁的密码从来没有换过，就是 YOUTH， 就是青年的意思。为什么定这个密码？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有青年人我们就有希望。然后呢，现在我知道了我的任务，我觉得我们接下来首先第一个那个皮箱到底在哪儿？他让我在晚上之前要你们把我送出去，让我登上火车，因为再晚出去我就登不上火车了。所以我们现在首先，你们在过程当中有任何关于皮箱的线索吗？没有，现在把那个皮箱，我们真的没有，我们真的一直被关着。